你见过猎蝽捕食吗？今天我们安排，这是康康养的两只白斑猎蝽，饲养盒底部铺了五彩石。猎蝽号称刺客，饲养却比较简单，隔几天在饲养盒里边喷点水即可。这是一只长了翅膀的樱桃蟑螂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康康打开盒盖，放入樱桃蟑螂。樱桃蟑螂进了饲养盒，猎蝽发现了樱桃蟑螂，猎蝽走了过来，猛地一扑，没有抓到。樱桃蟑螂第二次靠近，这次猎蝽抓到了。大家注意看，猎蝽的口气刺入到蟑螂的体内，猎蝽的口气是有毒的。刚开始蟑螂还在动，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，蟑螂的腿伸直了。猎蝽等待毒性发作，等蟑螂完全不动了，猎蝽再带着蟑螂离开，去吸食它的体液。作为刺客型的捕猎者，猎蝽从抓住猎物，注射毒液，毒液生效，等待猎物死亡，然后带走猎物，所有招式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。下面猎蝽就要吸食体液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